富林县的老人人口比例伫全台湾排名是排第二名，为着协助最时代一旦健康快乐度过退休的生活，富林一间广播电台特别伫岛南举办好灵感生活节。正声广播公司在全省七个分台都有一起举办好灵感生活节的活动。那我们因为知道现在老年人口越来越多嘛，那办这样的活动，希望让社区民众来这边能够看电影，然后还有举办一些摊位，让大家学习怎么样过老的生活。现场除了安排到团队演出，佮透过真济单位摆摊精心设计，何时段会当透过活动了解经济资讯。亲像交通安全这部分的选择，对长辈来讲是非常重要。我咧行迄个车红灯的时阵，若是拄到车顶迄秒数要无够的时阵吼，我咧紧冲过，安尼敢对？唔对好。大家有地方可以去啊，听听歌啊，看他们跳舞啊，非常的好，希望常常办。感觉都出来了，佚佗快乐安呐，安就好啊。其中一个活动是邀请长辈来看电影。其实我们知道很多阿公阿嬷他们这辈子可能很少去电影院看电影，那我们特别选择六八电影馆，里面有80个位置。那我们选择的片子呢是佐贺的超级阿嬷。那我们知道现在很多都是阿嬷阿公在带孙子嘛，可是我觉得现在可能都太宠了，那我觉得透过这样片子，因为选台语片嘛，跟他们会蛮亲近的，让大家能够一起学习这样子，这样关心在老岁啊。你以前干嘛去过电影院看电影过？因拜八啦，啊，今麦老卡唔八啦，因拜阮头个弟弟八带我去看，啊，伊无迄落，我就唔八去看。就今仔回味一下就对啦。系啦。面对高龄化社会，虽然政府有推出真济政策来落实照顾时段，不过台湾父母囝会愈生愈少的主要原因，是更需要政府来重视。记者郭湘平采访报道。